一点名长寿推手，南京实测三周甩二公斤又能降血压。寒天是从藻类提取出的胶质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同时会吸水膨胀，产生良好的饱足感，却有极低的热量，是能吃饱又不容易吃胖的减肥圣品。而除了减肥功效以外，日本脑神经外科专业医师更推荐吃寒天来降血压。日本节目邀请到南京实测，每天餐前吃寒天，三周后最高血压竟然暴跌近40，更瘦了2000克，快来看看吃多少就可能有用。寒天健康功效多，让南京血压暴降，还能缓血糖，降三酸甘油脂。日本兼原脑神经外科诊所院长、脑神经外科医师兼原道人表示，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是盐分过高。过高的盐分会迫使身体为了稀释盐分而增加血管中的血液，这会让心脏需要更大的推力来输送大量的血液，血压也因此随之上升。兼原道人指出，其实吃寒天就可能帮助控制血压，寒天中富含的海藻酸能帮助将盐分排出体外，达到血压的效果。而且寒天没有味道，加入任何食物一同食用，不影响原有风味。日本走访中央医院名誉院长连田时也表示，寒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同时也有良好的饱足感，除了能帮助多余的盐分迅速排出以外，还有减缓血糖上升，帮助排出三酸甘油脂、胆固醇的效果。连田时曾在长野县推广积极摄取寒天减盐运动，被认为是使长野县成为长寿县的重要推手。日本知名演员石冈三治雄原本最高血压高达 170mmHg， 在受健康节目邀请进行实测，每天将180克寒天加入味噌汤一同食用，持续三周后，他的血压竟然从 170mmHg 暴跌到 132mmHg， 减少了将近 40mmHg。寒天各式吃法。节目推荐加入泡面中一起吃，加入沙拉，加入关东煮，加入汤品等。也建议包水饺时将一半的绞肉置换成寒天，原来一人份约430卡热量的饺子可以降到只剩330卡，不但能预防肥胖，也对降血压有帮助。不过也提醒您，坊间不少名为寒天的商品
但许多产品并非真正的日本寒天，若价格异常便宜务必多加留意，以下教您简单辨认。寒天无色无味，凝固时是透明且无杂质的。遇热会溶解，而冷却至40度左右时会凝固。凝固的寒天冻如再加热至90度左右时会变成液态。由于寒天不含果胶，液态的寒天搅拌时不会出现粘稠情形。寒天是从藻类提取出的胶质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同时会吸水膨胀，产生良好的饱足感，却有极低的热量，是能吃饱又不容易吃胖的减肥圣品。而除了减肥功效以外，日本脑神经外科专业医师更推荐吃寒天来降血压。日本节目邀请到男星实测，每天餐前吃寒天，三周后最高血压竟然暴跌近40，更瘦了2000克，快来看看吃多少就可能有用。寒天健康功效多，让男性血压暴降，还能缓血糖，降三酸甘油脂。日本兼原脑神经外科诊所院长、脑神经外科医师兼原道人表示，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是盐分过高。过高的盐分会迫使身体为了稀释盐分而增加血管中的血液，这会让心脏需要更大的推力来输送大量的血液，血压也因此随之上升。兼原道人指出，其实吃寒天就可能帮助控制血压，寒天中富含的海藻酸能帮助将盐分排出体外，达到血压的效果。而且寒天没有味道，加入任何食物一同食用不影响原有风味。日本走访中央医院名誉院长连田时也表示，寒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同时也有良好的饱足感，除了能帮助多余的盐分迅速排出以外，还有减缓血糖上升，帮助排出三酸甘油脂、胆固醇的效果。连田实曾在长野县推广积极摄取寒天减盐运动，被认为是使长野县成为长寿县的重要推手。日本知名演员石冈三治雄原本最高血压高达170mmHg， 在受健康节目邀请进行实测，每天将180克寒天加入味噌汤一同食用，持续三周后，他的血压竟然从 170mmHg 暴跌到 132mmHg， 减少了将近 40mmHg。
寒天各式吃法。节目推荐加入泡面中一起吃，加入沙拉，加入关东煮，加入汤品等。也建议包水饺时将一半的绞肉置换成寒天，原来一人份约430卡热量的饺子可以降到只剩330卡，不但能预防肥胖，也对降血压有帮助。不过也提醒您，坊间不少名为寒天的商品，但许多产品并非真正的日本寒天，若价格异常便宜务必多加留意，以下教您简单辨认。寒天无色无味，凝固时是透明且无杂质的。遇热会溶解，而冷却至40度左右时会凝固。凝固的寒天冻如再加热至90度左右时会变成液态。由于寒天不含果胶，液态的寒天搅拌时不会出现粘稠情形。